老朋友，对，老朋友，不要这么敏感，听到老子很敏感，不要这么敏感，不要这么敏感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很真的，超没默契耶，总爱的。明朝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柯佳燕。Hello， 明朝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许光汉。不会啊，我觉得，我觉得是第一次，也不是第一次，算是很少有机会是在活动上。好好的打扮这样子，我们上一次一起好像也是 Fendi， 对上次也是 Fendi， 之前也是 Fendi 的活动。但其实我觉得我们应该不太会有，就是因为我觉得见到面其实因为都已经很熟了，所以就是一个我不知道就是前辈怎么想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很像老朋友这样。像什么？老朋友，对，老朋友，不要这么敏感，听到老子很敏感，不要这么敏感，就是不会有什么，就是需要热络的一个桥段这样。其实我觉得这个也很真的，超没默契耶，总爱的。没有，我是你真的没有，繁忙我是还好，我觉得应该他比较繁忙，有啊有。应该，我觉得你应该很会抓平衡吧，就是知道怎么样舒服累。对，就是因为就有舒服又有累啊，就是。但我觉得其实你刚问的其实蛮好，因为我觉得这应该是，我觉得我们两个都会还在努力去抓那个平衡的一个阶段。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没有永远准备好的一天，就是我觉得什么事情来，然后我们就迎刃而解，比较像是这样的状态。对啊，我觉得每个阶段会有不同的，遇到不同的事情这样子。嗯，我觉得就把眼前当下可以做的事情尽力做到最好，对，其他的就交给时间。那当然，你可能生活或是工作还是要抓个平衡，至少不要让自己失衡。对，只要能够做到这点就好。太累的，比较少女感。我会想要多尝试一些造型，可能之前比较没有出现过的样子，我都会有机会都会想要试看看，多做一些变化。嗯，毕竟就是造型，感觉好像多做过一轮，还是会希望有一些新鲜的、没有尝试过的样子。还是发夹、项链、戒指。嗯，发夹比较少，我自己好像真的。工作或是生活上都比较少选用到发夹，对，但是饰品还是会买，可能有一些简单的耳环、戒指或是项链会穿，比如说喝喜酒，喝喜酒，因为这个也很适合呀，或是简单但是造型感的衣服，或是我如果今天是现在可能还没有办法到处去旅行啊，可是我今天如果可以去旅行，去其他的地方玩，我觉得就可以好好的打扮。走在街道，或是去逛逛精品店喝咖啡的时候，先哦，感觉，我的感觉，对，因为毕竟我要买，是我要买嘛，对啊，所以就自己是属于冲动型购物的人。我觉得这个感觉时有时无，就是我觉得如果有时候可能比较长时间工作的话，我可能就花一个时间，然后把我想买的东西一次买完，这样，所以就会花一笔钱。所以说你会自己给自己设定一笔预算，对，就是，但是我需要的啦。对，对啊。一年这样大笔消费大概会分几次？我没有特别记耶，就是我就是感觉来了，然后我就去买一下这样子。那今天看柯佳燕跟世博宇啊，还有都熟悉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？很开心啊，就挂在脸上。对啊，我觉得今天就是有一个感觉在家的感觉，就是有一个，因为都是熟悉的朋友，所以我蛮开心。然后我觉得就是希望大家今天晚上也是有一个愉快的夜晚这样子。今天是有比较自在吗？蛮自在的，就比较就一派轻松这样，对。
Thank you.